大家好，我是 Engadget 中文版的三级啊，这是今天 Seagate 新推出的一款只有5mm 厚度的一款新的硬碟。那这一款的容量是 500GB， 和之前的产品相比，它要轻薄不少。我们可以拿过来对比一下。然后这样可能看起来不是非常明显，和外面比较多见的一台 iPhone 4S 比一下的话，厚度就差的比较多了。那然后它的重量只有93.5克啊，其他的话更多的就可以看我们的图集来了解一下和之前的一些不同，然后规格的话文章呢也会有介绍。